大家早晨，欢迎收看星期六朝早的天气报告，我是沈志泰。今天周末天气会很热的，先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在就是生效，今天的最高气温预测有成34度，大家做一些户外活动的话，记住就要喝多些水，也要多些关注长者的健康。如果看回大范围的卫星云图，就可以看到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，中国东南沿岸的天色都是普遍晴朗的。跟着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，我们预测就会是大致天晴，日间就会酷热，而最高的气温大概就是34度，风的方面就是吹和缓的偏南风。大家要留意了，今天除了熱之外還很曬的，我們預測最高的紫外線指數就會去到極高的水平，大家記住就要做足防曬的措施了。展望方面，我們預測明天都會是大致天晴和酷熱的，去到隨後一兩天就會有幾陣的驟雨，部分時間就會有陽光，似乎大家都要過一個熱辣辣的週末了。今朝的天氣報告就講到呢一度，下次見。